长方形花布的长是4又3/8公尺，宽是3公尺，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尺？所以呢，现在要先把4又3/8公尺乘以三公尺，所以会等于要先把带分数换成假分数再来乘，所以会变成8/35乘以三。请问8/35怎么来的？8/35是8×4+3来的。为什么要8×4啊？因为是4×8，所以要8×4。我还是不太懂。所以现在就是，反正就是4×8就对了，4×8，因为是4×8，所以要乘起来，再加上上面的分子，所以会等于8/35。8/35再乘以三的话，只要乘分子就好，分母不变，所以会等于8/105。之后还要再把因为8/105是假分数，所以要把它换成带分数，就会变成13又8/1。算完之后要把答案写出来。Thank you.